章节98，明确的证据。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中的不信道者没有离开自己原有的信仰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那个明证是安拉所派遣的一个使者，他诵读纯洁的册页，其中有许多正确的经文。信奉天经者没有分离，直到明证来临他们。他们只奉命崇拜安拉，虔诚敬意，恪守正教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，这是正教。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，他们中的不信道者必入火狱，而永居其中，这等人是罪恶的人。信道而且行善的人，是最善的人。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的报酬是下临诸河的常住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安拉喜悦他们，他们喜悦安拉，这是畏惧安拉者所有的。